帽子，绿帽子。看书呀，宝宝。蓝帽子，绿帽子，红帽子。糟糕。红 T 恤，蓝 T 恤，黄色的 T 恤，糟糕。你自己读啊。要吃上了。又吃上啦！看这页，宝宝，这一页，黄色的裤子，红色的裤子，绿色的裤子，穿反了。翻页，宝宝，对，蓝色的外套。绿色的外套，又穿反了。大象穿的什么颜色的裤子，宝宝？哟，这只大象没穿裤子，穿着袜子，是不是红色的袜子呀？火鸡穿的什么呀？黄色，对不对？赵哥可得穿反了，他穿在手上。袜子可以穿在手上吗 ，Charlotte？ 宝贝，大象穿的什么鞋子？绿色的鞋子，黄色的鞋子，蓝色的鞋子。火鸡，穿在头顶上，红色的鞋子，对不对？对，翻翻翻，加油，加油，翻过去。对对对，哒哒，宝贝，看这只火鸡。黄色的帽子，他戴了黄色的帽子，啊，穿了绿色的 T 恤，蓝色的裤子，红色的鞋子，还有紫色的袜子，这个搭配好看吗？宝宝，宝宝，你觉得这个搭配好看吗？